来一盆原有的牛骨髓，这是纯原切的骨髓啊、哦，看到吗？哎呦，上次我拿骨髓没等抠子就掉了，老铁说：“哎呀，你全是鸡蛋糕灌，这种就是糊大劲儿了，掉下来了啊、哦！”你可以问问他们懂的。你自己看，鸡蛋糕它不可能会拉丝儿。你看那家伙。就这点孙子辈的，这不是最过瘾的了，一口上头系列。纯骨髓啊、哦，看，拌一下。这种的看能不能吸出来，没有内存了。哎呦，再来点这个酱酱。牛骨髓来了啊、哦！今天这个骨髓卤的有一点点过火了。我就发现你这一小黑，这一下子是黑的，这肉死了。一大坨，真肥。哎呀，
牛骨髓今天这个头都光光大，就是有点长得有点黑。哎嘿、哎，哎呀，骨髓这两个大头上面髓是最少的，就中间这一段啊，就这块它是骨髓最多的。算了，牙比骨都贵，万一把我牙啃掉了，我再镶口大金牙犯不上。烤瓷牙一颗都。牛骨髓来了，巨型牛骨髓，这个大的我告诉你，骨髓其实是最少的。没有多少啊。这个好大一块，刚才都已经掉出来了。哎呀，纯牛油骨髓，嗯，带筋膜的，都飞起来。妈呀，最近怎么搞的，吃骨髓这么费劲，没有钱麻溜劲儿呢。牛骨髓，嗯，今天这个骨髓卤的巨香啊。把这个肉啃掉，省得你们老说我不换道具。这个是骨头头，呀，这个骨头有点黑呢。
来一大块，一挖这玩意儿老过瘾了。这个不用挖了，掉出来。还有一个。嗯，今天这两个巨好吃，这俩应该是一个牛的，这仨应该是一个牛的，吃起来没那么新鲜。你看，他俩一个色，真是汤仨一个色，汤仨一个色，这三块老香了。看，第一次看这样的骨髓啊，我还以为我煮了个寂寞，结果一看太用心了，直接挖脑吃。嗯，但这块是真挺少。哎，哎，我去，这块绝对过瘾呐！哎呦。妈呀，这是爷爷辈儿和孙子辈儿。煮大劲儿了，这仨。啃馍。这次是不感觉不过瘾啊？我这视频上的热门的话，下次你来过瘾的行不行啊？老规矩，清理道具。牛骨髓来了，今天来个过瘾版本的啊。不敢手好使，哎，哎呀，这咋是黑的？哎哎哎，一转一瓦就一条，嘿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姐妹们。嗯。想让你们说假的，我把这个道具都好啃干净的啊。